好，欢迎再次回到这个三立全国财经，我们就继续来看到，除了这个电子股呢，有一些题材面能够加持这个股价继续往上的攻坚之外呢，在最近台北股市相对没有行情之下呢，反倒让这个内需股，不管是在资产啦，以及包括是在中概呢，反倒是有一些这个表现空间了，不少的个股也算是蛮大型的。我们就在外加说这个投信的这个季底做账时间点之下，会不会利拱了这个台股当中台币的升值行情？我们就来观察到，这个除了最近人民币持续来创下了这个波段新高价之外，在台币哦也持续来到一个相对这个高的位置哦，包括了是在这个资金活水逐渐增加之下呢，整个有利台币的升值，加上今天在大摩方面发布的最新有关台湾的经济的报告，是调高了明年的 GDP， 并且预测在九月份这个央行理监会市上面呢就会宣布升息了，这个还蛮让大家觉得意外，竟然会比这个美国的费还要来的提早吗？加上说这个欧洲央行也开始撒钞票之下印钞票之后呢，台湾资金变成了另外一个避风港，人民币刚提到了再创四个月的新高，整个人民币的走升之下，问一下庆龙，是不是代表说其实在热情还是不断的涌向了台北股市？其实资金法人资金有两块，一个是外资，一个是内资嘛。内资的部分有分为自营商、投信跟集团的一些做账的一个行情。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报告啦，有投资人如果手中有外资持股比较高的股票，其实你要小心，因为接下来外资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大幅度的调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阶段还想要寻找一些可以搭上法人顺风车的股票，当然就要注意投信，甚至接下来第四季的一些集团做账的一些行情。那为什么我会认为大家如果是持有那种外资持股比例较高的个股要小心？是因为我们观察，其实代表外资的动向有一个很重要，叫做美元指数。是美元指数，它背后所隐含的资金高达52兆新台币哦。所以加上这几年台股受到外资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之后，你会发现美元指数的波动也会马上立即的反映在台股的一个波动上。当美元指数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一个突破或者不寻常的变化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变成外资的提款机。那外资提款机到时候要提谁？大部分都提台积电、鸿海这类型的股票。那重点来讲呢，其实美元指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84。如果美元指数突破84的时候，就代表未来这几天外资，尤其是欧系的外资，它有卖股求现的压力要出现，要撤走了。对，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可以从，这是我手板里面是2010年以来的一个最近五年美元指数跟台股之间的一个变化的关系。第一个，你看2010年的5月3号，当时的美元指数突破84之后，没隔两天，希腊就爆发了欧债务危机。是，那连相隔超过1000公里的台股，马上也跟着挫赛，的结果是多少？马上从7952下跌到7032点。那之后到了像2013年的5月17号，当时的美元指数也再度突破了84，结果台北指数也从8402下跌到7663。那没隔两个月，2013年的7月10号，美元指数再度突破84，结果台股虽然下跌幅度不高，但是也从8011下跌到7737。那最近一次的美元指数突破84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天早上。上个礼拜我还完全不担心，但是今天早上刚好盘中就突破了84。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台股在这个阶段是9434，那这个背后可能代表了欧洲有一些状况要发生的。那欧洲有哪些状况？第一个可能是苏格兰要脱离的大英国协，那这时候英镑可能大幅的贬值。那第二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甚至欧盟之间的三角关系，可能也带动了欧盟之间的一个区域性的稳定性。所以，我们隐约从美元指数突破84的过程中，似乎嗅到欧洲好像有一点点状况，这个状况已经开始反映在欧系的资金的一些调度上。美元指数为什么会突破84？一定是欧系的资金开始在卖股求现。卖股从哪里卖？应该是从亚洲新兴市场。那不，新兴市场不一定是台湾，有可能是韩国，有可能是印度。台湾基本面这么好，应该不一定会被提啊。不过就目前的展望来讲，在这个阶段，我持有外资比较高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投资朋友，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美元指数，如果当突破84的时候，背后的一些风险。
好，就等于说，其实刚刚这个庆龙从这个过去五年当中来看到，其中在2010年，当时这个美元指数突破了84，在台北股市光是那个波段呢，哈，这个大跌将近了1000点之多，哈，算是一个很大的跌幅啦，还是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刚刚庆龙特别提到说，只要这个突破了84之后的后面几天呐，就代表说这个本周的行情真的要特别小心。在外资持股很高的外资股哦，小心变成了提款机。但是有哪些的个股内需股，如果投信再买的话，是不是能够相对变成了资金的避风港？或许是有机会，而且投信也看到了这一波的趋势。我们就来看到说，现在整个集团跟投信双作战题材有哪些的个股了？长荣啦、宝诚、台泥、瑞智、原百跟远东新，或许在这个荧幕上头的很多的个股，你连看都不想看。但是刚刚庆龙提到了，有闻到一些不对劲的味道啊，势必这些个股或许能够变成了另外一个资金的避风港啦，哈。这个问一下光辉啊，是这个六档里头啊，最好的避风港落在谁的身上？其实没有说最好最坏啦，哈。但是刚刚庆龙其实有提到哈，如果要避风的话，当然避免外资在前阵子买最多的，对，那相反的嘛，外资什么没有买，那最安全的。OK， 好，外资完全没碰的。不过哈，这个还不够哦。我们说买股票今天不是买来避风的，买来 KMOG 的哈，那买来赚钱。买来赚钱的哦。那我这一次的话，我其实这几档都不错，但是其中有一档叫宝诚。好，宝诚的话，9904的宝诚，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看好它哈。中意。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哈，每到这个中秋节过后哈，在去年哈，宝诚就是九月开始，我们只以九月开始来算，一直到这一波的，就是下一，就是从九月开始起涨到有一个高点的出现这样子哦。宝诚在去年从32块涨到45块。再往前一年，从28.9涨到32，再往前一年20.8涨到27，再往前一年26.15涨到30，再往前一年21涨到28块，都涨啊！12345，也就是五，这五年来从来都没有变过。还有碰到海啸那一年吗？海啸那一年数字还没有出来，刚刚好那么巧。就给他好吧，就算海啸那一年算出来输好不好？5-1嘛哈，就是说六次里面呢，至少他还赚了5次哈。过去几年都是赚钱。对，那这个现象代表个什么呢？就是说集团内部哦，其实就从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宝诚做鞋子，他大部分都是在他的生产基地，一定大部分都是海外，特别在东南亚。是，也就是说集团他似乎有一个默契，就是我在外面所赚到的钱。到了第三季把业绩灌上来之后，第四季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到了隔年之后呢就有所谓的年终奖金，那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个规则性的。那传产跟电子哈，它有不同的东西，就是电子有时候你很难找出它的规则性，特别是说你必须要沾到 比如说这个NFC，你要沾到苹果，好像它是一个题材性的东西，每天都有新兴的新闻。但是如果是传产不一样，这些老板好像每天吃哈。大概半年都不会出一次新闻啊，做过点就是1到7、8月，你买了它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没什么搞头，但是每次它集中在某一段时期，它那段时期它股价很奇怪，它就会好有一种表现。所以我的个人见解是说，从穿山股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各位要避开风险，甚至是说你要而且还避得漂亮，而且想避开又要想赚钱，我觉得很多集团股里面它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它好像会有基本的买盘进来，哦，我想这个不用，我今天讲宝诚，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只是说我观察到这些老板好像都有这样的共同性。好，在这个下半年，通常这个消费欲望也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点，因为想到说哇，要领这个年终奖金快要下来了，可以花一点点钱，或许鞋子能够多买几双哦。对，除了包括了宝诚之外，我们来看到说在六档里头哦，股净比哦，相对在股价比较委屈的，小于一的只有一档。是落在了远东新的身上哦，在股净比0.88倍，算是最低的，打了一个这个皇冠在上头。在投信呢，最近几个月买超了将近是2000张，远东新啊也是一样，然后这恐怕半年才会有一次新闻。对啊，这样好啊，啊，你是要作战行情嘛？对啊，所以顶掉你对，其实真的台股现在没量，
这台股真的生病了，有关单位要看能住一下，总要休息一下，不能天天有量。这样也 OK 了，对，要不住一下，住一下吊一下大档的就好。所以其实资金没有很大，那当然就是往那个就是资金比较小的。其实现在台股你要看台股的结构很简单，就是传产加金融加电池就等于台股，就这么简单。那你那个电子的量比较小，那你就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就可以了。那为什么选远东新？其实很简单，刚刚那个伟霆有讲到股净比那个股净比真的很低，为什么？它的净值是36.29块，啊，今天收多少？31块，连净值都还不到哎。啊，你想一件事情，如果假设十月份大概了，都如果集团作战的话，大概十月份就开始启动了哈。啊，今天是九月初而已哈，所以这时候布局还来得及哈。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先化淘钱啦。我那个 Kitty 啊，刚刚对阿伯花哈，他给他做拉差的哈。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一个题材哈，大家都还没有开始注意的时候，我们就帮大家注意哈。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题材到底重不重要，其实那是种相辅相成的一个动作。我明明就是要把这个价格拉上去，但是如果人家不捧场啊，也没办法，所以题材也很重要。那当然也是跟基本面有关系嘛。你看哦，它去年 EPS 是 1.5 块钱，前上半年就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赚了 1.3 亿块。是不是已经去掉，已经差一点点，差 0.2 就已经过去了那个什么去年的一个 EPS 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它的那个基本面还 OK 的哈。所以净值股净比又很低，然后呢 EPS 又 OK。那一样的，刚刚我有说过哈，看一档股票的营收，不要看单点，看整个券。是，其实基本上它的券是维持高档震荡，没有掉下来是 OK 的哈。所以其实。这个逃给布局也蛮久了，不好意思被我们看到了哈。好，那大家都知道嘛，纺织股就分成上中下游嘛，上游的部分就是远东新在做，那下游的部分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每天朗朗上口的什么卢鸿啊、巨阳哈，那个就是那个是比较大的了，对，比较大的那个是后那个下游的部分，代工的部分。那上游的部分是远东新那个的状况，因为是聚酯纤维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其实基本上 OK。然后另外一个除了这个题材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有在做。不动产开放哦，对，下半年就开始，对，下半年到明年就有可能就会挹注营收了，就是类似它的业外盈余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啦，题材也 OK， 基本面看起来数字也 OK， 那剩下呢就看技术线型啦。啊，技术线型你会觉得它很差吗？不会，你会觉得这是台股，你没有看错，那个是那个啥，突见突喜哈，不是故意掉下来哈。所以你把它弄上去的话是 OK 的。你看台股现在可以找到这种股票的，找得多吗？很少，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技术面。那个技术面跟筹码面，刚刚有投信有做嘛，对不对？还有基本面，其实你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这档股票真的还不错，所以其实真的还是可以琢磨一下下，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回来，请这个三位的这个专家提供两档的口袋名单个股了。这个电子也有啦，这个传产方面也是有啊，提供大家在明天大盘当中比较有一些方向性。我马上回来。雪だ。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私の気持ちです。美しい。日本专利设计316不锈钢精致大和工房、大したこだわりだ。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気に入った。いい香り。大和工房316不锈钢保温瓶，坚持做最好的壶。新一代营养品特别添加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富硒氨酸，给我每天的活力。三多补体健。我的菜，这也是我的菜耶！肉呢？肉他身上有了，好大一把肉哦！吃我负担重吗？放轻松，马黛，我有黑松茶花马黛茶，风情完美，专解油腻，享受肉食好搭档。黑松茶花马黛茶，超适哦。Jason 呢？Skechers 夜鹰系列发光上市，只有来自 Skechers 微透甲健康笔，重现指甲光彩，免挫免磨一笔搞定。微透甲健康笔，指甲困扰远离你。世界教我们要成为领导者，却忘了教我们怎么把世界变好。那就成为一种改变吧，用热情调和勇气，把冷漠变成划算。Let's live， 世在改变，势高力达。
机器人旗号，我们将以人类来取代你。目标：麦维佳，独特维他命 B 群发泡钉，能提升人类表现。麦维佳。什么是最好的学习？ Mina Mina Go Go Mina， 最好的学习就是在学习的当下产生兴趣。到佳音体验故事屋或数位互动教学，就送单字记忆魔法列车，发现独特性，创造影响力。佳音英语，染法三合一，染护大革命，智慧分色，黑白兼顾，不含化学成分 PPD， 十倍葵花精华，护法又护色，美无法葵花染法霜特效滋润，护法又护色，好有法式浪漫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来点法式的。好啊。一个法式芥末香鸡堡，麦当劳法式芥末香鸡堡，酸甜浓郁，咬一口就着迷，一加一一样超值，好浪漫哦，时时都超值。微透甲健康笔，重现指甲光彩，免挫免磨，一笔搞定。微透甲健康笔，指甲困扰远离你。好，欢迎再度回到这个节目现场了。在进到这个口袋名单之前呢，还是要请这个庆龙先补充一下，是刚刚我们提到是在集团做账当中的个股哦，其中是在睿智这一档。因为刚好你们做这张图表，让我点醒我每一年在这个时候会留意的一家公司，其实就是4532的睿智。睿智它是做什么？其实就是做冷气的压缩机。哦，冷气就是现在天气这么热嘛，现在大部分大家家里都会安装冷气。那基本上对于冷气压缩机的睿智来讲啊，它每一年啊营运最淡的时候，其实就是八月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下游的厂商卖完冷气之后，才会开始回头跟他来拿压缩机，因为压缩机是上游的零组件嘛，所以每一年的八月基本上都是睿智营运最谷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投资睿智这样子的公司啊，你只要记住十字诀，你每一年都能轻松获利两位数以上。这十字诀是什么？叫做淡季买股票，旺季就可以数钞票。你看到这个，我手里的这个 iPad 所秀的啊，是睿智这过去这些年的一些股价的一个走势。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个蓝色跟红色的一个趋势，蓝色的部分其实它在股价在淡季时候的表现，然后红色的时候是股价在旺季时候的表现。你有没有发现有个趋势？淡季买股票，旺季就可以数钞票；淡季买股票，旺季就可以数钞票；淡季买股票，旺季就可以数钞票，就代表说现在睿智可以买了。基本上大概在八月，因为八月底的营收大概在九月十号会全部公布完毕，在公布完毕的时候，应该就会公布完它八月一年年度中最坏的营运的状况。那加上睿智它所属的压缩机产业，在这两三年其实经历过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供给大于需求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竞争的状况。那我们依照整个产业的过程，大概需要2到3年，让整个供给跟需求慢慢恢复秩序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今年到明年，全球的空调产业重新又将恢复一个正成长的一个轨迹。尤其整个像目前在中国的一个城镇家庭里面，像台湾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平均一台好多台，应该平均有2.7台的冷气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止哦，但在中国啊，即使在北京哦，一个家庭的冷气的数量都还不超过2台哦，甚至很多乡下的地方根本都没有冷气，他们平均每一户的冷气的安装量其实不到1台。所以未来随着中国大陆城镇化的一个普及，其实对于睿智来讲，它有它的一个长线的成长。那加上目前刚好处于淡季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刚好你们制作单位提醒的时候，发现睿智这家公司，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第二家，其实我认为，其实大家可以去注意的，其实是应该也算是一个集团股，集团股的2504的国产。国产其实是我应该在7月底的节目中有跟大家
极力的推荐这家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最大的优势啊，其实有几个。第一个其实就是他第三代的董事长林明生其实已经启动接班了，而且他们认为这个第三代的接班上任之后，他基本上对于未来的企图心是很强的，所以这个林明生他射出了三支箭，希望能让国产这只牛屁股开始翻身。这三支箭分别为：第一个，台北港的一个一贯，就是所谓的一贯化的一个运作过程中，可以大幅的挹注国产未来的一支金鸡母的转投资。那第二个就是提升他们的行政的一个效能，提升他们的作业的效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季的国产的毛利率从之前的 5.25% 拉升到 6.05%， 最近也拉升到 10.74%， 都可以看出国产的营运状况在逐渐的好上。逐渐的好转。那第三个更大的一个让我觉得惊喜的，其实就是国产目前在全台湾有47万坪的土地，这土地其实是他们第三支箭非常重要开发的一个重点。尤其他们在南港那边，南港大概玉成路段，就在松山火车站那附近，有一块大概10万坪的土地，光是土地的开发就可以贡献国产EPS 至少5到7块钱，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所谓 EPS 的贡献。所以在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三支箭的情况之下，让国产现在目前更让我觉得有想要让他去了解的，其实他目前的股价净值比真的非常的低，以他的每股净值来到15块，目前的股价其实还在11块2，股价净值比只有0.73倍而已，所以相对来讲，在这个阶段找到一家公司有一些土地资产，然后本身股价又不贵的，然后企业的接班人又很有企图心的，国产的确是一个首选的标的。好，这个两党呢，这个不管像是中寿还是国产，现在比较偏向是在传产个股，光辉就比较极端了，是今天两党都是以电子股为主了。对，没错。高价股的部分的话，我比较看好的是在联发科啊。那联发科上半年它已经赚了14.89，等于它15块。那我给它算过哈，它每一年的下半年大概都会再增加1.3倍到2倍。也就是说，我们把保守估计的话呢，应该是超过30到35块，或许可以达得到，应该是没问题。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跟各位报告的是怎么样？其实我这只手机就是4G的手机了。是。简单讲，真的很快。所以啊，你已经升级了。会有换机潮，足紧的，我不玩你。所以你现在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联发科它针对就是在大陆这一块。那大陆的话，他们比我们台湾人更积极，要换成4G。是。那这个换机潮一旦出来之后，联发科第一个受惠。那为什么说前阵子不在打高通吗？那目的就是为了栽培他们自己本土的，但是他们自己本土的还没有起来，联发科会先起来。所以我认为说，以它的股高价股来讲，我非常看好它。那另外一个在低价股部分，我看的是 F 安瑞。同样的道理哦，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要换成4G呢？不管是玩游戏，或者是其他的部分的话，那你想想看，我玩游戏，我可能就会参与什么所谓的第三方支付。是。我今天电商，我可能会参与什么地方支付？什么最好呢？还是在资安这一块。所以在资安的部分，我还是看好它，有一个很强烈看好它一个理由在。好，这个资安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哈。最后请这个建安来看到，建安不同的操作，有一档呢是空了电子股了。没错，有可做多，也可以做空、啊。勇气可嘉哈。对，因为股票起跌，不然是安那样。一个是超保守，一个是超积极。对，没有错，0061号，因为恭喜高伟啊，讲一个月我就不要讲他的利多。上礼拜也是这一档。对，应该要超生意啊，所以重点在哪边？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操作一个想法。0061那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啊、我不能讲目标价哦，这是规定不能讲目标价。但是我认为，如果上证指数来到2450点的时候，大概要休息一下下。2450哦，所以0061的部分你这样子操作，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那它目标就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讲啊，好这样子哈。好，那第二档的部分，好、这样就等于有讲了哈，会不会？好了，3673的 TPK 的部分哈。今天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iPhone， 苹果嘛 ，iPhone 嘛，对不对？那除了 iPhone 以外，会不会 iWatch？ 我认为某个机台，我认为没有。为什么？其实你从那个 TPK 的营收盈余，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念一下它的数字哦，从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它的营收的话是108亿、108亿、106亿、105亿。你觉得它有接到单子吗？如果有的话，应该要标出来才对嘛，对不对？好啊，除非他的票期开太长了，否则的话应该是营收盈余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哈 ，TPK 的一个部分，我认为他的营收，他已经有讲他 iPhone 没有接到单子，他是他们自己公司讲的。那 iWatch 的部分又好像没有在挹注到他的营收一个部分，我认为给他卡蛋呢，给他加加蛋呢。那另外一个，那这样 OK 啊，只是没有接到单子而已，那难道他就会往下掉吗？好，我讲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听哦，去年是赚了21块。
21.9块哈、嗯。那上半年他总共狂赚了1.37块。狂赚，对，故意的，这个掐中语气，1.37，那你这样合一合，你觉得现在股价是187块，哪撑得住啊？哦、对不对？本益比太高了，没有错，没有错。你看那个华雅科那个本益比那么低的都开始跌了，啊，这是本益比那么高的，你觉得它会不要修正一下，对不对？嗯、所以理由在那个我刚刚有叙述过的那三个理由。那当然这边群创友达会切入分时市场，然后呢报价触控面板，报价会往下掉嘛。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营收的部分。连续三个月就往下掉，所以 TPK 的部分，我认为你可以做一些保守的操作后，你要不要做空它？其次，我认为如果假设你手边有它的逢反弹的话，你真的要站在卖方啊！你一定问我一个问题啊，如果没弹呢，那更要跑啊，更简单的哈。所以这两档股票的话，就一档是0061的保护生，还是维持做多，然后 TPK 的部分，我建议的话就是做空或者是逢反弹卖出。对，好，今天建议来做结尾了哈。这个礼拜三的台北股市行情还是震荡吗？对，没有错。真的还是震荡哦，我认为哈，在那个摩台结算之前的话，应该方向不太会出来，因为没有量，没有量的话就比较容易扯来扯去的哈，所以真的最近真的很难操作，保守一点点也许会好一点。好，资金转到了一些这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个标的啊，或许能够度过了这一段这个非常时期啦，提供当来参考咯。我是伟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Ford Kuga。傲视同级车最强悍242匹马力，开创划时代智慧疆域。同级唯一主动式定速巡航，自动调节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一路从容以对。25度。Ford Kuga， 王者在领，谁与争锋？邀您亲自感受不凡。入主福特酷嘎，享百万零利率，五年延长保固，再免排燃税。志玲啊，你人不爽快哦？这可能是那个机电台那个电磁波害的啦。你别这样说啦，没知识哦，嘛爱看电视。咱厝内底电视、电磁炉，只要讲有电的，拢嘛是有电磁波。咱政府哦，嘛不管是伫咧关心，那基地台哦，安啦。刚的简报很精彩，客户很喜欢你的企划案。谢谢。刚提到的影片是我下载给你。